美亚，美亚，快把脸谱挂门外去。哎，这孩子又跑哪儿去了？一早上起来擦了半天，擦完了就应该挂出去呀。嗯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您是美亚的妈妈吗？对呀，怎么了？找我们家美亚有什么事情吗？ 阿姨，美亚哑巴了，找不到她了。啊，什么？你们是谁？怎么会呢？美亚怎么会哑巴呢？出了什么事？我们是美亚新交的朋友，我叫乐乐熊，他们是我的伙伴。您放心，我们会帮助美亚把声音找回来的。阿姨，美亚会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不知道啊，美亚这孩子平时既听话又懂事，见到别人都非常有礼貌，怎么就为了迎接外来的客人，她早上特意把大花脸谱给擦得干干净净的。我刚给挂出来，好奇怪呀，为什么会把大花脸谱挂在门上呢？这大花脸谱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？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。那你给我们讲讲吧。这是我们萨拉族人的一个风俗，把大花脸谱挂在门上。 每天擦得干干净净，就可以防止邪魔入侵。那会保佑吗？我们萨拉族人家家户户都会在门上挂一面大花脸谱。花儿的香。我说小姑娘，你刚才为什么拉着我跑？你怎么光张嘴不说话呀？你手里的相机好奇怪啊！还有，我是怕伤害大熊猫，所以我才把你拉出来的。我说小姑娘，你比比划划的说些什么呢？我一句也听不见呐。 你在说什么？空气不对吗？为什么只张嘴没有声音呢？怎么什么也听不见？我明白了，他们的声音是被摄音怪摄走了，可是他们自己不知道。哦，我得快点回去告诉乐乐熊他们小心摄音怪。乐乐熊，大哥哥和美亚在村外的白色越野车里，他们的声音被摄音怪摄走了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都听不见对方的声音。啊，快！ 我们快点过去，赶紧抓住摄音怪，让他把声音还回来。阿巴乌大人，我受伤了。给你力量，我会让你变得比原来更强。<笑>谢谢阿巴乌大人，乐乐熊，我要狠狠打你一拳。快！哎，你们竟然自己找来了，我这次一定把你们一起收拾了。 射音扫射，嘿！激励激励，魔术一百变，魔术超人！快！超人盾牌！啊！看我不砸碎你！闯闯，快行动！哎，你们别砸坏我的相机呀！砸死你！砸死你！大哥哥，美亚，快走啊！快！ 看我的厉害！快躲起来！我也躲了。看我的超人铁拳！没力气了。啊！你们别砸我的照相机，这可是最新款的机器呀！怪物！哪有什么怪物？我得找个地方修理照相机去了。啊！咱们快跟上去！ 怎么办呀？都找村子里。这个声音怪，它的力量好像变得越来越强大了。不行，我们得赶紧回到村子里面去，跟他们拼了。你们看见美亚了吗？我们家美亚的嗓子也哑了，有这种怪事。我要把你们的声音通通射进阿巴乌大人的水晶球里去！你们快说呀，随便说吧！大哥，我们的声音会不会射走啊？这里还有两个。干嘛？别射我们的声音！快，那边！这一下你们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了。乐乐熊，你们来得正好，我要把你们的声音都射进去。我们来晚了。大家小心，不要正对着他说话。啊啊！你们。
们可没来晚呢。阿巴乌给了我一件很有趣的活，那就是偷走你们所有人的声音。什么东西？大家听着，大家听着，大花脸谱，那个大花脸谱，快去把挂在门上的大花脸谱给拿下来，蛇鹰怪怕大花脸谱。好嘞。哎呦，乐乐熊，接住大花脸谱。大花脸谱，好难看的脸谱啊。乐乐熊，你没事吧？我明白了，大花脸谱能弹回蛇鹰怪的磁力，大家快点去拿更多的大花脸谱来对付他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嘞。真的有用吗？哎，你们这些混蛋，怎么搞的大花脸谱越来越多了？激励激励，魔术一百遍，超级无敌魔术脸谱。好丑啊，比我还难看。不要啊，不要偷走我的声音。这是一物降一物啊，我们终于消灭他了。可是他们怎么还没消灭、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见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成功了，他们的声音还没回来呢。怎么办？如果瓶子打不开，这些声音就无法释放出来，乐乐熊就无法收集萨拉族的歌声了。看我的，用最简单的方法。找回自己的声音。很抱歉，我的相机给大家造成了困扰，下次我带个高级的来拍下这儿的美景。再见了。